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恐吓蛛体型稍大于巨蛛和碗齿蛛，是巨蛛科家族中身材极其巨大的一类，主要分布北美洲，属于巨蛛科，肩高超过2米，体长超过3米。恐吓蛛的主食是植物，但也经常食腐以及抢夺小型食肉动物的食物。恐吓蛛有可能是小群活动的，更加适合杂食性的生活，腐肉也许是它们的最爱。恐吓蛛对食物的欲望非常强烈，即使在吃饱之后遇到食物也会进行抢夺。恐吓蛛的牙齿显示也喜欢坚果、根一类的素食。恐吓蛛拥有一对可怕的大犬齿、锐利的前臼齿以及长得令人恐怖的大嘴，它们的颌可以张开到非常大，类似于鳄鱼，所以又名恐蛛。